执法记录仪与对讲机是执法执勤人员标配的随身装备，两个设备同时佩戴给一线人员，增加了装备负担，也造成了经费压力。景翼 X5 对讲记录仪创新性融合专业执法记录仪和数字对讲机功能，合二为一，功能加倍，负重减半，帮助一线人员减轻装备负担，节省采购经费，实现降本增效。颜值就是生产力，景翼 X5 凭借创新性的功能融合与独特的外观设计，荣获2022年红点 IF 两项国际工业设计大奖。作为专业执法记录仪，设备采用广角镜头，支持 2K 录像，高清全方位记录现场画面，支持 H.265 视频编码，节省 50% 存储容量，光线不足时自动开启红外补光，全黑环境也能正常摄录。作为专业 DMR 数字对讲机，设备支持数字模拟双制式，4瓦特发射功率，配合远距离天线，最远通讯距离可达4至5千米，兼容主流中继台，支持对讲录音，可本机回放，可事后查询。对讲记录仪配备2英寸高清屏，4项功能按键，支持快速充电，标配21瓦时大容量电池，支持数字对讲18小时或连续录像13小时。